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拆开粉红猪小妹的新玩具。这个是猪小妹的超级厨房。我们来把里边的玩具拿出来吧。这个是猪爸爸。这个是猪妈妈，这个是小猪佩奇，这个是小猪乔治。我们再来把猪小妹的超级厨房拿出来吧。这个就是猪小妹的超级厨房了。这里有一个冰箱，冰箱里边有很多蔬菜和水果。我们让乔治过来拿水果吃吧。中间这里是放厨具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让猪妈妈过来拿工具做饭。这里是放酒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让猪爸爸过来拿酒喝。我们还有一些杯子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我们来倒点水给猪小妹喝。猪爸爸也要过来喝一点水。这里是猪妈妈煮饭的地方，我们让猪妈妈煮饭吧。我们来倒点水进锅里。Goodbye, babe.